哦，这个是停止。你这离合，离合松了就停了。这是下去，这啊一摇就下来了。然后我给你怎么设计的，你看卡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吹下来我就说一下子怎么知道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拿到了之后，我吹下来对加了，因为你这个塑料的话，你这个盘子的话，它就压不住的，要会的。你按的是急停按钮，哎，急停按钮。后面是我一个，因为这个是卡在哪的，卡在它这上面的一个。它每个牌子呢有这个，就五个这个头出来的，正好。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正好卡在我这个里面，把它卡住了。然后如果卡住这个，卡住这个的，卡住高的时候就叫高了。后边跟这个要对上，没有对上，对上就行了。哦，对对啊，卡住了，对上就行，对上之后把这个锁上。这边的一个，就这边的，你知道，都连了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卸开了。好的。啊。